欢迎你来跟书院学中文。这里是中级班的语法课。这堂课，我继续讲了的用法。这是第三讲。在一句话中，我们可以在形容词后面加了字，表示状态改变了。请看比较。天冷了。夜长了，树叶黄了，中国富了，妹妹终于高兴了，她老了，我们都饿了。好，接下来我来读一下关键词。天气，黄，树叶，绿，富，终于，生气，显得。饿。好，最后我再把例句给大家读一遍。天冷了，夜长了，树叶黄了，中国富了，妹妹终于高兴了，她老了，我们都饿了。好，这堂课就上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Special thanks to Dr. Liang.